忘記佢。好，你執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嘛，黃衫大細致富要搶噶啦，響中檔位置有時時越野綠色衫嘅埋蘭黑衫咧，仲有勁進速馬車健康之星啊，再後邊有梁田福星閃亮佬，暫時電流海船幸運嚟噶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一對肥咁啊，外邊位置就係嗰只妙芳華，響入邊咧就大細致富啦，落下個零身位守住內欄第三就勁進天下，咁啊隔離拍住個綠色衫第四位咧，咁啊仲有時時越野啦，第五位。紅魔者咧就安康萬里啊，響入邊白衫咧就川河冠區，響出邊咧揈吹啦，就係快脆神偷啊、名門望族啊、淺藍衫攞埋吹喺外邊位置，仲有隻宜昌騎兵追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大細致富仲係佔先少少嘅，見到外邊位置安康萬里就已經沉沉聲上緊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追有川河冠區，外邊上淺藍衫仲係隻宜昌騎兵啊，內欄嗰邊健康之星，最後百零米安康萬里透出咗半個身位，大細致富埋邊逼翻上嚟喎，後邊仲有外面宜昌騎兵接近終點，安康萬里中間贏出呢場賽事啊！大細致富埋邊第二，宜昌騎兵啊第三、第四名係川河冠區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安康萬里爭情成功，咁啊重磅亦都可以照贏啊！咁啊爭情上千四噶，埋邊大細致富咁啊跑第二啦，第三名宜昌騎兵，第四名係川河冠區。五棒子贏完，輪到呂建威啦，安康萬里贏馬，第二名咧都係谷翻上嚟。